好，老王，我们今天来学在后面摸着我们的手，好不好？好，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，还差一点，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好，让我们面向摄像机，盘坐在垫子上。对，好，让我们的右手向外旋，大拇指向外，对，大拇指向外，掌心向上，这是兰花指，掌心向上，错了。行。向上，对，这是大臂叫外旋，这样的好处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肩膀放松。好，带着这个旋转力放在我们的肩胛骨。好，左手向内旋，对，漂亮，这次做得很好，带着这个旋转力向上。好，过住了，非常棒，吸气，抬头，延伸脊柱。这个动作的好处呢，可以放松我们的肩膀。好，让我们的眼睛向我们的右腋窝看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做一个加强，拉伸我们的脖颈。吸气，呼气，在所有的瑜伽练习中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呼吸加入进去，这样才能练习得更加有效哦。好，慢慢的抬手臂，松开手臂，缓慢的还原。我们来做另外一边。好。好，将我们的左手向外旋，向外旋，一定要带着这个旋转力，对，让你的小拇指都发力，大臂向外旋，带着这个旋转力放在我们的肩胛骨。好，右手向内旋，对，大臂向内旋，带着这个旋转力向后，啊，食指扣着了，食指相扣，扣着了，非常好。抬头，抬胸腔起，加入呼吸。非常好，好，让我们的眼睛看向左腋窝，加强脖颈部的扭转。把呼吸加入进去，让肚子有力的向上挺。非常好，不是向前，是向上挺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松开手臂，头部还原。非常好，老王做到了吗？做到了，学会了，谢谢老师。非常棒哦。